接奶的，只能靠迅捷步伐。直接埋伏一波，埋伏看一下，舔红了。但是打野跟过来，打野跟过来的时候要撤了，而且这一波换血的话，因为把 UZI 的血量打得太低了，闪现戳戳到了，直接挂虚弱，来得及吗？盲僧过来了，直接打出了守护者，还在继续追，踹上去，恐怕再粘一下，再碰一下自己的一个装备，但是埋伏到了对面的一个造型，被蹲到了，看一下啊、哦，但是一技都没有打到，比较可惜，反而是自己被吹到了之后，直接挂上点火，雅可跟上来，可能要被先被视野给看到。点偷点两下，但是下路压的这么凶的话，应该是有猜到的吧？这波要硬上的话，其实盲僧就在后面，盲僧这波有机会反端上去，直接要找稻草人。赵信已经忍不住的冲上来，但是塔姆先收了一个大嘴，以后再吐出来，让赵信要交代掉掉了。是的，香波直接，前提是不被石头人留住的话。来，我来了，吹起来，直接大招，赵信也是直接跟上一波伤害，蜥蜴这波有点难走。点我给到了，但是剩这个地方能不能下来？开 W 减伤，继续跟上来打，先杀赵信，已经杀掉了。但是自己也体力不支，被亚索收掉。后续吹风给到了之后，到红色方的下半野区，草丛里面那个针眼应该是没有看到香锅的，刚好绕了一下，中路这边打起来了。哎、啊，这波还行，在被狂风狙击伞截断之前，已经先把破局之路给开起来了。下路这边打起来，直接穿过来，直接 Q 技能没有跟上，这一波又再要先死了。这波有一点可惜，因为稻草人第一时间也是放了一个大招，但是 UZI 在死后利用自己的被动炸一下，看一下香锅下一个 Q 技能，已经先减速，又提到减速，而 Q 技能虽然被苗标给规避掉，但是，哎，结束以后对方三个人反而是 Mako 这边先被打一个闪现，差一点点，可惜没有杀到残血的稻草人，不好的大嘴反而先被击杀，那这样这波交换就不赚，而且可能那个闪现的位置也让塔姆第一时间吃不到他。直接剩下来了，这一波是一个二 v 二，哎，没有剩没下来，又是被断了，哇，又被断了，是，但是及时的麻辣香锅赶到，给了一个金钟罩，让残血的蜥蜴没有死，直接穿过来了，这一波秀起来了，秀起来了，杀掉了，反手一个神龙摆尾，把亚索提在空中，这一波的天音波是非常精准的，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爆炸的，是，哎，过来河道的位置直接要被包了。这波恐惧到了之后，赵信跟上来，这一波无路可退，但是已经被对方的一个控制给留住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，一样是在被狂风狙击伞吹着，先开启大队的破局之路，上路中断掉，然后先用闪现拉开身位，以后用一技能。这波虽然一技能空了，但是亚索吹到大招以后，选择上前要砍他的 QA 的时候，直接被麻辣香锅落地后的一脚。反手的打出一波漂亮的一个连招，眼疾手快，哎，刀妹的位置有点危险，被住了，这地方一技能打到了，而且直接断了女校的大招，一闪朝三个，这一波中国队可以可以直接反打，亮亮半 Q， 哇，这一波有点太秀了，这个刀妹的一技能，刀妹的一技能，一刹那我们看到了一个图形之后就没了，三角形，对，就没有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是怎么样打起来，依旧是两个近战啊，又是直接 Q 技能接 R。打掉了西耶大概半条血，但是这波塔姆其实过来，所以其实中国队原本就有想要接这波亚索主动上来，但是亚索这波的一技能很漂亮，是利用刀妹一过墙以后，对的，刀妹其实一开始是一个必死的局，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开 W 之后没死，反手这个一技能真的太关键了，是，而且后续慎的一个嘲讽打出了一个完美的配合，只闻其声不闻、没有见到他的一个弹雨，只听到那个女枪的笑声，但是他的大招其实一波弹幕都没放出来，有在撞起来，那塔姆就在旁边，这一口应该是没有吃的。是，哇，这个窝波康博的效果还是很强的。看一下西耶这个地方有没有机会换一下女枪，好像是没有，这边被减速到了。女枪的一个阵容优势吧，打出很好的康博配合。啊，这波是麻辣香锅一波伤害量不够，然后追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看的主要是石头人，哦，石头人踢在正面已经有点难退了。哦 ，W 已经用过了，所以这一波其实保不了大腿，第一时间是吃了盲僧。然后盲僧闪现走了，但是石头人落地的一个大招直接留下了中国队的双人组。大嘴刚刚是用了闪现，那应该是闪现的中路又打起来了，这边刀妹会不会被留呢？塔姆有吃，但是塔姆一样是被狂风狙击伞给留住，这边刀妹是走掉了，但是 Mako 这边就反而是成为了替代下一件装备，有可能是要去往三项的胜去走了。这个装备做的还是比较奔放的，哎，大招直接大招闪上去了之后要打一波伤害，但是哎。剩的大招这波有落地，哇，这一波配合原本以为要被对方给蹲到，但是剩的这波大招因为正面石头人并没有跟他对位的关系，所以剩这波下来的一个攻击就很这个女枪现在真的心态崩了呀，大招就没有放出来，这边 UZI 有点难走了，点不过点不过、这边太肉了，点不中根本、大嘴看到石头人这个英雄确实没有什么办法，切开得很果断，
对，看到直接大招甩上去了之后 ，Q 兵 Q 好运姐飞上来了之后，这个后招就真的是每次方便的一技能，尤其他每次做的比较好的就是亚索的风吹到的一瞬间，他直接开 W 可以抵挡掉很多的大招伤害，留到了一个稻草人，一枪大招给上，但是伤害有点不够。是，但没关系，因为 UDI 在远处是没有吃到你的大招的，二段直接杀掉，很漂亮，一个再用一个大招踢到，但是亚索那波的狂风绝地斩是先杀掉了，刀妹来场了，两个接一个大嘴，直接。Q 死了，是刀妹现在要跟亚索来做一个 PK 吗？亚索这边应该是认怂，因为大招已经开过了，直接一石头人过墙，但是另外一边胜过来的一个位置是被对深交闪了，是被中国澳门队在这里埋伏，有想法，看一下西叶上不上套，这一波石头人打先阵，哎，但是第一时间又是被晕住了，之后剩有剩下来开剑阵啊，很可惜。不过后手的话，肾的输出也非常高啊，是因为是一个三项酗酒肾，有一定的一个平 A 能力。那现在是中国澳门队的人员再次到来的比较快，但是又是一个回头的一个引擎，朝到三个人以后闪电攻击，吃把三弟的肾给收住以后，这波肾还在战斗。哇，大嘴现在的输出有点管不住啊，后续把所有人全部杀掉，只剩下一个女枪了，试一下嘛。他有点现在还是有 R 的，现在还是有 R 的啊，他还是过来了，有想法。没过，没过去，先不压位置，来的路很危险啊。卡姆的状态不好了，这边大招的范围洗不到门口了，这个大招稍微有一点点近，那如果你再往前走的话可是要死啊。兄弟，你这一波这个位置大招扫完还不走，其实他如果想要抢的话还是需要再往前走一点，因为他那个位置连大龙都打不到，或者他去绕到大龙上面尝试用大招抢龙，他这个是可以考虑的。想杀这个塔姆，结果最后就两个都没有拿到，他想要针对女刀锋上来之后闪现啊，但是后手的话，女刀锋的 W 技能以及肾的盾，还有给到的一个立场，撑了太长的时间啊，撑了很长时间，而且肾巨久，加上这个时候应该是半年三项，其实伤害非常的高，再加上塔姆最后闪现去吃 ，Let me 啊，在这边因为被打出了一个强攻的溢损效果，好险自己用一个一技能配合塔姆 Mako 跟上来的一个 W 技能，让自己可以多打一轮，而且带了凯旋也回血了，这波是瞄准了一个 Mako 狂风绝技闪 ，Mako 的血量已经很低了。就是让他们纠集一波，已经离得比较近了啊！但是一个针眼插出了五个，是这波已经知道对方的规则。哎，这波被包住了，有一点直接撞大嘴，但是大嘴第一时间被吃掉了，而且后手没人管啊！当被进场了之后，直接疯狂的屠杀后排，配合着这个阵，现在后排已经全部被杀光，而且正面的两个战士也是血量相当的低。是的，而且西野还有个秒表，他一丝血在塔下没有死亡，打出一个完美团。赶紧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波，看一下回放，就是一个针眼，灵性的眼位，灵性的眼位。这关地图上什么人都没有了。下波如果可以踢到草人，哇，这波的话，亚索第一时间离得太远了，然后被击飞的 UZI 直接 Mako 把他吃掉了。就这一波的一个稻草人大招以及石头人前面的一个技能，全部只有打到麻辣香锅，就是所有的技能给到一个 RNG 的队员，任何人可能都会懂的。时间其实并不站在他们这边。对的。刚刚又是想阴一下，但是被大嘴哎撞起来了，这波吃的太快了，大嘴没有被吃到，但是后手的话，好运姐大招撒得非常的好，直接把中国队的下路双人组全部杀掉，传开还是取得了一定的优势，但是用光以后，我感觉西叶这波就能秀一下了，先要杀一个稻草人，但是一个恐惧长时间，但是肾已经落地了，而且这个盲僧也赶来一脚先串走一个石头人，刀妹穿着稻草人以后再继续一个追击，两下平 A 已经看到女枪剩下一丝血，而另外一边的肾也是利用巨九跟三项大宝剑直接砍死一个 double kill， 那只剩下一个石头人孤掌难鸣，要继续被麻辣香锅跟我们的西叶做一个追击的话，那这样应该人头上面是换不到的，可以互相的给盾跟一个减伤，终于是砍出了自己艾欧尼亚的狂热比翼双刃晕到以后，那现在这个伤害跟攻速都非常的高，再有一个石头跟上以后，石头人被戏耍，最后由西叶打出一个 kill spree。他都会有个印象叫做，其实又在开位的比赛非常多，这一局他又拿了个大嘴这样的英雄，那你不管这个大嘴是不行的，但是往往会发现这个时候肾又肉又有输出，而且这个刀妹输出也很高，这两个点你现在不管也是不行的。没错。这一波团战的一个回放，也就是我们看到刀妹进来了之后没有人管得了，现在是刀妹从右边想要利用一技能尝试有没有机会先手，又是撞大嘴，大嘴又被吃掉了，而且稻草人这波大招有一点点空，自己的后排已经又被刀妹切死了，大嘴还有闪现拉开身位的话，那这波突破感觉可以破了，先手就没机会了，已经是一个三杀四杀到手，这波是 quadra kill 来自于已经发育成型的一个系列的一个刀妹，
刀锋舞者在场上跳起了他自己擅长的一个第一任刀锋舞蹈。是的，三个 TB 加塔姆一个大招，集体来到下路，也是准备推掉门牙，一波掉比赛。是，那中国队在第二轮一样是先持得点，拿下了第五分，目前一个五杠一，恭喜中国队。